这个是一个两房加书房的一个户型。进门这儿是 laundry， 然后这儿是厕所次卫生间，然后这儿全是衣柜，全是柜子。然后这儿是一个 study area， 然后这儿也是柜子，所以储物空间特别多。然后这儿是 bedroom two， 这个是客厅，然后这个是厨房，烤箱、微波炉、洗碗机，然后带一个双开门冰箱。然后这是主卧，主卧这采光会比较不错。这是主卧的厕所。然后这个是阳台，阳台这望出去有 CCTV。